惭愧弟子恒信家错，率领世界佛教圣心会全体佛弟子恭祀至尊佛陀师父圣诞，献上共修金刚一切圆满佛，礼佛三拜，一顶礼。再顶礼，三顶礼，佛历2566年5月10日，世界佛教振兴会启建恭祝世界佛教教皇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诞，献上法会，法会开始，恭诵金刚瑜伽圆满法。Oh.
不断的舍身犯
当下政治，闻声知自己。
Yeah.
Okay.
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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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
愿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，所有一切众生光明永昌，离苦得乐，福慧圆满，早证菩提，成就佛果。功德回向，至诚祈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十方三宝三根本，本尊空行护法一切众，亲临娑婆世界护佑加持，令世界各国各地发生的各种瘟疫、病毒、流感、蝗灾，即当远离并皆息末，一超生得福慧，受难者超生善道得福慧，皈依三宝得生净土，染病者早日康复痊愈，所有防疫人员及一切众生皆得大吉祥、大光明，身心安乐，无诸患难。惭愧弟子恒信下策，即田己和弟子极力以修法之功德供养人天导师尊，南无香火最鼎盛，先说正法无等伦，无上解脱轮回法，吾等就弟子永虔尊，恭是世界佛教教王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佛诞吉祥，正法治世光明永昌，祈愿一起早日远离寂寞。
礼佛三拜，一顶礼。再顶礼，三顶礼，法会圆满。疫情期间，大家虽然不能团聚，上师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同学们弟子，希望大家谨慎，但不紧张，放轻松而自在，行受功课于自赏生活中。尤其每天晚上9点到10点10分，于线上恭送南无阿弥陀佛，救度母礼赞经。